嘉义县请秀文化协会和朴子旗公司举办年度请秀成果展，今年首创设计24节气意象请秀的开始。13号由小明幼儿园的学童穿着请秀新鲜的衫裤，披着开始伫咧朴子的请秀文化馆来走秀，嘛予大家看到请秀文化之美。古城市界关埔子市是早期宜居的沿海城市，更有真深的庙宇宗教文化。李刺绣在早期是非常的发达，埔子市也一直以刺绣文化来闻名。界关刺绣文化协会甲埔子市公所举办年度刺绣成果展，首创设计24节气意象的刺绣是由小明幼儿园合作来展绣展示。展出的项目有我们的吉祥挂轴、龙凤挂轴，还有我们的现在的刺绣扇红包袋还有一个水果月历。那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24节气扇来这边来展览代表我们老师他们的功法，用很多的刺绣的针法来这边展现这些小朋友他们的非常的可爱穿着刺绣的衣服，拿着刺绣扇来这做一个展示相信很多的我们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刺绣馆不只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刺绣也可以来欣赏这些老师他们用刺绣的展现的创新与巧思的技法。雨水正月中，这时候呢春风吹遍了，天气渐暖，冰雪融化，空气湿润，雨水增多。惊蛰是在二月节，天气转暖，春雷震响，蛰伏在泥土里的各种冬眠动物呢都会苏醒过来，以及开始的活动咯，所以叫惊蛰。24节气依次是有古典风也有可爱风，在立春呈现盛开的牡丹，以四脚代表雨水的气氛，正值加刺上可爱的毛毛虫，象征冬眠的昆虫苏醒，小寒有满厝的白雪，欢迎大家来到埔子观赏刺绣之水。最新新闻，蔡明堂，埔子市场报道。